膀怎么囧胱。哥也跑进来了？难怪你的声音听起来像在厕所。嗯，为什么囧哥也跑进来了？听说聊天室坏了是不是？不是那我们缺是不音是吗？要重？那我们要重新开始、欸？你说，因为你说重开一囧哥，因为囧哥占了一个名额，对，他占了一个名额，对，要重开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很快很快。可是我们还不是缺一吗？为什么囧哥不玩？因为他拯救纽约市，因为他们在拯救纽约市。哦，他不要朋友了。嗯，没有啊，纽约比朋友重要。我去厕所。好，他需要战友，不是朋友。请到 FB。你是说在？你是说在 FB 站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他需要那个战友。爬起来就爬起来哦，在那边闹。你说求战的那个战友。没错。你烟还在烧哎，开了吗？开了。喂，车麦。开始串流。喂。物资交给你了。还缺一怎么办？嗯，没画面的重整看看。又缺一，还缺一怎么办？又缺一，看干爹嘞！都挂了，我就把聊天室关掉。干爹，干爹，对，现在开始，我旁边有什么人，我就拉什么人。干爹还是缺吗？干爹目前几个？一二三四六，一二三四五。你要打给 Lucy 吗 ？Lucy 不在啊。你有打电话给他吗？我打 Skype， 他不在齁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、喔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现在缺一个。就负一啊，负一。负一个哦，负一个就随便邀啦。哼，重点是这个随便邀是谁？啊，大哥。嗯。来拉一个，我看看哦、喔。小乌龟不在。嗯订阅，嗯，这是第几届？29，谢谢 BONS 6760474724，谢谢订阅。到底要拉谁嘞？吴秋风啊，嗯，刚刚不是有回吗？什么？他说等一下开台啊。吴秋风他说他等一下要开台啊。哦、兔子，你要框黑边吗？好。那个、啊，你又不能帮我。阿神啊，那你啦，艾伦来控黑，我拉了。不是啊，艾伦，阿谦开台的话，艾伦呢？艾伦，阿谦开台，艾伦有没有电脑、啊？是哦。啊，等等。那还有谁啊？他电脑坏掉，他电脑坏掉了。我在撸我的 SK 好友，我也是，快撸到发现我竟然没有朋友，这边吗？好可怜，没有朋友，这样子，没有朋友，不然就是不敢拉进来，阿鬼嘞，来，阿鬼啊，对啊，帮扣阿鬼，不然我扣江江啊，这样子吗？帮扣鬼鬼，来先填再说。我好像是没有跟阿神玩过，是不是？最细沙回，你这个没有跟阿神玩过，对，没跟阿神玩过。没有吧？阿神从来没有玩过这个吧？真假的？他没玩过吧？我从来没看他玩过啊。阿神玩了之后，这个游戏就要废掉啊。废。有人说我粉丝团剩一万人，好可怕哦，剩一万人。你这样打他会看到吗？这什么鬼？嗯？没事。他口爆。鬼鬼会开神魔？为什么我的好友名单里面有我自己的账号？好可怕！别，你好顺，我以前玩那么顺的麦块。你的酒中间空洞啊，兔子。不是你要放的吗？我要放就是。真的没朋友哎、欸，不然就是那种觉得、啊、不太好意思拉的那种人。所以鬼鬼在忙吗？我知道啊，你们帮我call吗？主call。像。喂。我看到了，喂，我刚刚有啦。好了，我啦。嗯，哎呀，还要填边角，变好厚实哦。跟那个一样，奶绿在线上哎、欸，奶绿还没回来呗。奶绿的状态是离开，那是离他是离开现实没有错啊，但是离开去哪？
开 QAQ。为什么要小写？不上次测试大写是可以的吗？啊什么？嗯？啊怎么？这样子可以啊，这样很可爱啊。小写不好吗？上次不是大写吗？啊，后来又小写不啊。啊，瑶瑶开台，我刚刚问。哦、啊，好深哦。我都拉了。一我们是等一下一堆人冲进来说：“哎、嗯，要进出大赛哦！”到棒，完了。礼拜五啊？对啊。哎、欸。哇，今天礼拜五哎、欸，我们竟然。既然会缺人。那就正常啊。那就是让兔子来啊。Friday night。兔子进来。兔子一直都在啊。好啦。又进来玩吧，我怕你们爆掉啊！啊，不会爆掉，我们有红石专家在啊。嗯、欸，对，我们这边有哈基、欸，哈基会修啊，有哈基会修，对啊，哈基都可以放出奥义了，对不对？都可以扔到炸弹飞上天了，就是断线的时候哈基会修啊，是之前试过了，他会修。哦 ，OK 啊，可以修啊，可以修，可以修，我现在要断线了，可以修，可以修啊！又很长，一直死定嘞，人家阿狼儿嘞。哇，也对，一直死定了。那狼儿嘞？狼儿感觉就是在那个，球球在那个啦。个我他不在家哦。啊，龟龟也不见。他在过愚人节啦。愚人节要过吗？好可怜啊、哦。跟家聚聚会，晚上吃愚人节大餐之类的。要跟家人一起过愚人节。怎么在这里？很卡。X6在这里。Sorry, IP is 啊，什么鬼？鱼竿。嗯，看下面，还在这里。人还生存吗？嗯，龟龟吗？中那只狗。球球在这里。我他，啊，项圈要改蓝色的。球球，球球，粽子球球。狼人，球球，请喂他骨头。不要揍他。好。为什么我的牌子这么？好了，骨头，砍死他。在扎你的。嗯。你上头是那个定的稳定的那个布，那怎么弄？我是我超傻哎、欸！我是香港突击、啊，那个扎香港的颜色比较像。那我重开一下好了。呵，哎、欸，已经被驯服了。哎、啊，那去死呗！哎、欸，不见了。啊，球球死了。没有，在我这儿。飞上去了，他飞上去了，飞上去了，要掉下来，要掉下来，要掉下来。喊爆他，快点！好。你为什么又换香港服器？因为新加坡上次也怪怪，上次美西跟新加坡都有问题。Twitch 不是有那个吗？我看 OBS Twitch 上面有那个什么台湾伺服器啊，你们没试过吗？哦，台湾是台湾的超烂，台湾超容易断的。哇，那就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对啊。要跑来跑去。狼球球，狼球球，我不打死他、啊，看就碍眼。欸，好了吗？我们可以开始了。每次都要快我一步、啊，太慢了吧？咱可以开始了。哎、欸，订阅没声音呢。Vehicle injection。啊，这个彩钻石。订阅，谢谢。不是、啊。哎、欸，台湾。哇塞！现在才出来。我刚想说，我看 SK 只有六个人，怎么会够？就我想说，不对，我还有我们自己。白痴！阿金在干什么？不够啊，还缺一个。哇哇！好像是坏掉了。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那个是不是不能用 啊, 啊？这是 DNA 对不对？不能用，塞了。你用香港二吗？境界不出这么高档的东西啊？啊？对啊，监狱。用香港二吗？没有啊，一啊。有人被告白吗？有被告白吗？一啊。对啊，没被告白的好可怜哦、啊。可是我用一没告白、欸。哦妈。嗯。因为你刚，今天有人真的没被告白过，因为你刚关吗？从日本的好了。对啊，今天没被告白。对，我有被告白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也有被告白。难得啦，可不可以啊？我有看到鱼干婆说，我很像看到有人没有女朋友那一张，超。谁呀、啊？你去看我粉丝团好不好？谁呀、啊？我谁啦？一下拿筷子啦。有了没啊？顺了没啊？哪里啊？根香蕉了。这是啥？他可能想要干他自己。
一看到知道他想要干他自己这个人。这怎么这么像艳？所以为了不要让他在这伺服器做出不好的事情，我们只好来修正一下。蓝料哦。你为什么被比例对 ？C W 不出分析了，但是这个连东西都找不到。二三四。哎，黑桃。啊 ，no！ 有了吗？顺了吗？嗯？这样顺了吗？重点是刚刚光底下那个粉红色的时候超像。哦，好眼熟。顺的验验查版。我还记得这个 skin 的 ID 叫做可爱哈。可爱哈弟子。那我们的主题要叫要是什么？要不要跟愚人节有关啊？跟愚人节有关。因为。吗？又订阅，谢谢两个啊！谢谢 M N X P U， 谢谢订阅十一个月，谢谢 Z Z X 六啊，谢谢订阅两个月。怎么办？要跟什么有关？很难诶、欸，愚人节很难诶、欸。换代建筑物啊！还能召唤谁出来啊？愚人节，不要再跟巧克力有关了，每届都有他诶、欸。欸、为什么后面什么大便伪装可以之类的？每一届都有他、欸。什么牙膏伪装 Oreo 线之类的？哎、欸，你真的拼到很顺手了、欸、牙膏真的，好厉害哦！或者什么曼陀珠可口可乐什么陷阱之类的？好，音乐卡住。愚人节要死了！世界建筑物啊！世界建筑，你说什么罗马宫之类的吗？跟清明节有关，跟清明节有关，跟清明节有关，全部都是木了，好不好？每一个都是木，蒙阿波。他自己看长眉毛了。那我会掉，这样就会再出来巧克力的木一类的。的技能，巧克力木。对啊，一定又是阿丁得利。不行啊，好吗？还是要跟儿童节有关。儿童节，儿童也是。是最近小朋友有关的、啊，哇，一样啊，四月四号啊，小屁孩有关，那、啊、不然就小屁孩会做的事之类的，小屁孩做的、好像可以哦，好，可以，要不行，可以，几个字，四月四号啊，八个字，八个字，好，八个字，小屁孩会做的事，好，我想一下，屁孩会做的事，对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我把我算进去吗？有、yeah. 啊，小屁孩会做的事，我想好了。我知道，小屁孩会做的事。小屁孩会做的事。没有，我刚才想到的是那个。我打了头像。小屁孩哦，嗯。欸、我常做什么事啊？哦、好了，我想到了。哎、欸，我想到了。错我的好难哦。反正不是我自己带，我在管。我可以再出那个吗？盖你刚刚出的。这个好难哦。问我这种要看谁的台这种烂问题，请直接直走右转离开好吗？什么鱼干？你觉得我要看你的菜渣还是他寄的？去看他们的好不好？去看他们的。拜拜。反正到时候都会被抢。我已经想好题目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嗯，我已经想好，我也想好。哎、欸，你们今天全部踩，我要先踩钻石，我还没想好。想想巧克力平常会做什么事就好了。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会剪精华、欸，会完蛋哦、喔！你这句话会完蛋。我只是看到雅的时候往那个工作人员冲过去这样。我的好难哦，我自己都盖不出我自己出的题目，完蛋了。欸、我还没想哎、欸。为什么我觉得我音很大？符号不算一个字吧？菜渣，你的。关我屁事啊！你有戴耳机吗？有啦，你要烦。有吗？有啦。还会做。那为什么我一直听到回音？回音，回音，过去，血与相思忘不了，血与相思忘不了，血与相思特别好吃，肚子饿了，
八道鸭就每次鳕鱼香丝，我想现在就去买一包鳕鱼香丝配啤酒，你也不想想，突然做出了突然做出了大叔发言，怎么办？不是，冰箱里面有几瓶酒，你还不好好的把它喝光？啊、对耶，我现在来实况酗酒啊！不是有那个吗？烟当一角吗？好，喂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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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看。好啦，可以啦。OK 啦，我 OK 啦，我想要题目了。接台啊，我们进去再想。虽然我还没想到，我想好了。进去再想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来来，大家踩财经砖，财经砖喽！金砖。我已经踩到了，我要随机，我不要再鱼竿的。财经砖喽，财经砖喽，财经砖喽，财经砖喽。等一下，那个谁，兔子？等我一下哦。兔子，你在想题目吗？我想出来了，但是等我一下。别挣扎了啦！啊？啊？啊？嗯？啊？你说什么？说哈基，你们要挣扎的分析。我六号。八个字，小屁孩会做的事啊。那我改个标题。时空酗酒，哎、欸，我是去日本买的酒，然后我们还没喝哎、欸。哇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开始了吗？我跟你讲，这绝对是屁孩的经典呐、啊！屁孩的经典呐、啊，嗯。哦，我连打法都是用屁孩口语去打。出来，这个来，这样子等下会不会看不懂？这个绝对、啊、最猛的是题目出的方式要用到屁孩口吻。英国新闻吗？类似像那种感觉。快开始啦！我想看到这题目的人会想什么？这是经典屁孩好吗？我还没开始想哎、欸，有一点时间、欸。万一那个什么题目重复怎么办？不会重复、啊，那也很猛啊。那也很猛啊！要不要？真的，这就代表我们对屁孩的定义一样，已经差不多了，或者是我们的面临的屁孩的方式都，都是那几。可是我们就跟现在的屁孩有很深的代沟。没错。恐怕现在的屁孩都是什么？更炫。有刺青的加一，有大屁的加一，有抽烟的加二，有抽烟的加二，有龙炮的加一，破处加三之类的。我原本想好是。不是处男加一，加200。现在青少年不是很狂吗？喜欢po这种文，什么个抽烟不是叛逆，是义气什么之类的。对对对，什么什么，我们只要拿起刀就是在捍卫兄弟。哇塞，你怎么这种特别了解？我都有在看呐、啊，哦，那个在看哦，我都开播那个超赞，好吗？我有按赞的、欸，抢先看的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，我有按赞呢、欸。有啊，我抢先看了，那个太经典了。哦、那个很好看呢、欸。在想要不要出个？我忽然好想把题目出什么，我要用纸把你包起来之类的。啊，就是抽的边是寂寞。要来三幽灵喽。嗯。求赞。求赞有加加。求赞有加加。是什么？觉得我可爱的加一，觉得我很正的加二。自由频道07。不要迷恋哥哥，只是传说。那个太老了。这好像不太对。那算屁孩吗？这也不算屁孩吧？这应该不算屁孩。掉了，我就 pop out 的一个。生日快乐！真的。哎呦，好难啊！我想不到哎、欸。真假的？怎么可能？你平常做那么多，你想不到？哇塞！你那你想到哪些？吃放的不是屁，是水屁。哥放的不是屁，是垃圾。哥拉的不是屎，是巨龙。曾经有人说他拉肚子，拉肚子然后嘞，像尿尿一样。可是我就觉得很可怜，我也有拉肚子拉成那样过，但真的很痛苦，会缺水。如果大家有拉肚子的话，一定要补充水分，喝水不够，喝冰就好了。靠！你说多少？顺便有你说多少？中山好自然哦，直接带到哎、欸，冰快点付我钱啊！终于好难想哦，超难想的啦。超难想哎、欸嗯！天哪、啊，是七个字就是九个字。哥拉的不是屎，是巧克力。
哎，干嘛跑过来说，跑过来跟我讲谁出什么题目啊？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很烂呢、欸，烂观众、欸。对啊，啦啊，屁孩就是这样子啦。